所以东西每一天啊，就是啊，真经过啊，昨天甲现在的时间，虽然啊，有形来讲，就是24小时前的这个时阵，那24小时啊，用秒来个算啊。86400秒，数字呀，好像就真多，大数呢也只不过是24。但是啊，在咱一天的时间啊，网络中未晓去计算，疏忽了时间，确实呢，懵懵懂懂。过去啦，亲像这种，伫真多呀数字啊，尤其是呢，伫咱懵懂中过，这款的事情，唔知有偌多，所以佛陀啊，就是时时来警惕咱，警惕咱，咱爱。时时念这念心，因为呢，这念心啊，伊会当在迄个真短时的时间，会当予咱有永恒的解脱。这念心若顾无好啊，在真短时的时间啊，就。对路，咱用不得人心啊！真的，嘛是迄念心嘛、啊。所以佛陀教育咱，还是爱修好这念心。都是伫咧谈心，心，那去会擘到垃圾啊，污染啊，那么咱就是充满烦恼，反复啊，一堆落呢，就是永生难在，永远啊，伫这个六道的所在呢。想要家己自拔都真难，偌久的时间啊，吼、万劫，无定着咱伫过去，几万劫的以前啊，甲分的，同款拢是凡夫，佛甲咱嘛同款凡夫，无定着咱甲佛同款的同时修行，但是佛懂。伊从迄个时阵，迄念心伊顾真好，所以成佛以来已经无用所劫真久啦。咱呢，无定着伫迄当阵呢，迄念心咱顾无好，所以呢，咱沦入六道，咱还是一个地凡夫。所以，咱一直伫咧讲，咱应该爱起忏悔心，忏悔咱才知影有忏悔，咱才会当知啊。哦，原来啊，人世间呐有真多陷阱，尤其是咱现在。咱应该经过了解啊，生在这种的生物世界里，这个微生物啊，哦，实在是予咱看袂到，予咱看袂到的物件真多啊，尤其是病毒，
千差万别的病毒啊，唔知虾米时阵，这个病毒呢，甲咱的微生物结合起来，那就变成了瘟疫啊！真正是啊，咱除了对人对事看得到、感受得到的，咱来时时提高警觉。爱听人提到迄份恐怖的心，伊话呢，就是咱看袂到的。佛陀那伫经典拢讲，离迷妄量，离迷妄量啊！伫你甲我的空间里，嘛是真多呢。但是呢，这是拢看袂到，伊有伊的世界，咱有咱的世界呀、啊。所以咱才讲，讲话爱小心哦，枝条三寸有神奇哦。这拢总是古早人讲的话，真正伫冥冥中啊，你的动作，我的动作，你的开口动舌，我的开口动舌。咱唔通讲，话讲过去都无咯，有啊，还是有。唔通想讲，代志做过都无咯，有啦，也是有。不管你开口动舌、语力动静、举手动作，这一切呢，拢是成为因，就是种子，都有啦。所以咱爱时时提高警觉，咱的行为、咱的行动，真正爱真小心呐。咱若有恐怖的心，咱才会晓远离嘛。哎呀，六道真可怕哦！所以咱远离，会当通赶紧脱离六道啊！学佛啊，就是特别幸福嘛。学佛啊，无幸福，为什么咱一定爱学佛呢？幸福到底是什么物件？感悟，回归本性，回归咱家己的佛性啊。咱若会当真正的清净的佛性保持着，过来人间呐、啊。就是有缘来道家祖堂，回入三宝，来广度众生，来教育众生。这呢，就是回归本性，无有烦恼，无有迷茫，咱用佛心，用智慧。在这个人世间中，以身作则修行教化人，这呢，拢总是清净的本性。会当有清净的本性呢？立地即时，这个时阵，你若听会入去，这念心啊，保持着，不管是86400秒，秒秒念念中啊，咱拢爱保持好好。污染的心、烦恼的心，唔通来好。清净的心啊，佛的本性时时现前，那立地即时啦。所以，咱学佛爱把握的，迄个端正，迄念的好心好念。所以我定了一句话讲：把握当下，行持刹那，迄个刹那。去念心嘛，
这就是咱学佛上重要。念你这个六道轮回的心，必定爱呢，就是发菩提心，这就是第四哦。第七种心的内底呢，第四是发菩提心，菩提哦。那经的内底讲啊，咱爱傲佛心，希望咱人人听到佛对当堂起欢喜心嘛，看到佛像呢，咱都也要起恭敬心，这叫做好傲佛心。那佛心者，即佛心呀。即嘛现在所伫咧讲的佛心。好傲佛法，因为呢，佛离咱两千多年啦，咱现在世人所看到的呢，都是穷，所以正法过了后，都是穷法嘛。穷法有真多呢，都是做佛像。咱敢会记得，咱去阿富汗救灾时。发现到阿富汗呢，规座山内外呢，拢雕刻的都是佛，尤其是啊，伫山的外面呢，有三尊大佛，其中一尊真大，五十几米大。咱虽然技术啊，要去徛伫迄个大佛的脚盘。归尊佛呢，该摄落来时呢，竟然呐、啊，看到脚盘呢一点乌乌，好亲像咱人啊，脚盘一只高下底下，咱会当头用人去比咧，迄尊的大佛有偌大，所以迄、那个时代。就是穷法真相，所以大陆啊，除了在阿富汗这个所在以外，敦煌也是同款啊，真多呢，几座山，完全呢拢是雕塑佛像，看到的啊，迄、那个柬埔寨。吴哥窟，你甲看嘛是啊？会用你讲世间的到处啦，真侪的地方呢，拢是雕塑佛像。可见迄当阵呢，佛陀啊，在完结了后，那后来呢，穷法穷行，到处呢。都是有在咧雕塑，迄个时阵呢，大家人都是尊重佛，以佛像呢要留在人间，希望会当，互人看到佛像欢喜，互人会当知影，佛陀在人间过，佛陀呢为人间说法教化过，真的。就是用人间的所想，为了显出了佛地位的教理，这呢，就是啊，正法过后啊，那就是穷法的时，穷法转时呀、啊，是什么法呢？
就是万法。所以众生故中，众生真多真多的烦恼啊！正法既然不住的人心啊，充分呢，嘛已经呢渐渐破灭啦。看阿富汗人为的破坏，参加岁月长久以来，会风化掉。起码过去改看，迄阵最大尊的佛啊，已经呢完全消灭掉去啦。世间只系有形的物件，就有破灭的时阵，这叫做行住法空。只要你有形象的物件，就是受破坏，这是真自然的境界。但是啊，咱这当中佛陀的法啊，在人心的也慢慢啊，一直弥漫去。大家人会感觉到讲，佛法啦、啊。佛陀所讲的教法，现在真侪人咧研究啊，尤其是这当阵，电脑发达啦，古早就是讲爱靠藏经过，藏着藏经，爱看经的人，都爱去迄个藏经楼的所在去看经，起码唔免咯，起码电脑。只要你有迄个软体的物件，甲放喺电脑的内底，每一个人拢看见、看得到。何况现在呢？大家人经济富裕啊，这运算呢，嘛真充盛啊。所以呢，要请一部经啊，几部经，拢总真容易。所以不管是啊。白纸黑字的经典，或者是呢啊有影无形的经典，有影无形就是这个电脑啦。你看，要看佛经啊，这么这么简单。但是呢，有几个人会当将佛陀的教法放在心里呢？会当将佛陀？教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，好像很难哦。所以呢，正法已经无啦，正法也已经转啦。现在呢，是在末法啦。不过，人啊，这点心啊。本来呢，自性三宝不生不灭，咱有教佛平等，呀，佛法正住在咱的心，咱心中有佛啊，自然呢，咱有教佛同款的心，咱心中有佛啊。其实呢，道理啦是应住不变，住在哪位呢？要住在人心。所以，咱有教佛平等的地位，这个法呢，自然啦，都是在咱的心自性法。但是呢，咱若要有自性的佛、自性的法啦。自性精，精就是爱修鬼界。佛陀教咱的道理，在咱日常生活爱修的规矩，咱是不是有用在日常中无？你若用在日常中，法啦就已经在你的心面啦。你若无甲自性精啊，将归改伫咱的日常生活，
那阿内呢，幻呢，那已经不住在那的心呐。这一段文呢，跟咱讲爱动摇佛心啊，佛心者即发心呀，佛心就是发心，发心呢是将无量功德智慧心，这个发啊，真正的真理啊，这。对到位产生出来呢，就是将无量功德智慧，咱来不断去累积。一句话讲，不轻一事，不中一智啊。咱修行唔通独善其身，咱若是独善其身啊，封闭了自己呢，无法度甲人安尼打成一。其实我常常讲过去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呐。咱会晓得其善而从之，其不善而改之。三个人，一个好人，一个歹人。好的人就是咱的榜样，咱爱向这个好的人学好的习惯。学好的规矩，学好的方法。那另外一个那是歹人的话，咱也原来爱甲当作老师，因为呢，伊是现身说法，予咱知影，歹习气的人啊，就是这么正歹道德，予人袂欢喜，讨人厌。这种歹习气的人，咱有啊无？咱有安尼习气啊无？哦，若有呢，咱来及时改啊！这个人无守规矩，敢那自私爱家己，无有去关心别人，安尼的人，咱家看。咱会感觉伊是真自私无？是自私。咱家己愿意予人对咱讲，咱是自私无？无愿意。好，无愿意。我会赶紧打开了自私的心态，付出呢，对人人有爱。这呢，咱会感恩这种献身说法啦。予咱知影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所以咱常讲，不轻一事，不中一智。这就是啊，咱必定爱在人群中。咱若在人群中呢，咱会当头得到真多的教诲，咱会当头得到真多教育的道理。啊，当着歹人，咱就得到教训嘛；当着好人呢，咱就得到真多的道理嘛。这无不是都伫咧受教育，所以咱必定爱修好咱的自性精，爱修规矩啦。咱若修好咱的规矩，在日常生活中。就用在佛法中啦，所以讲自性佛、自性法、自性精，住在咱家己的心中呢。所以这就是无量
功德智慧，咱来时时甲人斗阵学，咱来时时付出，一边学一边付出。所以菩萨啦，叫做上求佛道，上求佛道就是不断地咧学嘛。那下化众生，所以下化众生就是救济众生。所以咱哋啊，真侪种嘅人诶，咱会当去学足侪物件，所以一边学一边做哦。那安尼呢？哪学诶，智慧哪增加；哪做诶呢，功德就哪累积。就是啊，安尼用真长诶时间来累积无量功德智慧，这就是啊，一旦通生出佛心、法心，就爱对无量功德智慧生哦。那将六波罗蜜心，阿哥都爱将慈悲喜舍心。世界人就精进禅定智慧，这就是咱学佛啊，绝对袂用个减少个啊！布施，布施是真重要啊！布施就是付出嘛，付出、付出再付出，这种。三轮体空无所求，不断的付出，佛陀三种十二部经啊，这么真多啊，都无离开呢。这个六道所在咧讲的教。袂用个离开呢，这个六道，六道布施就是付出。人甲人个中间，若袂晓要付出，就拄只讲个是自私。开始布施是真重要，在佛经个内底，处处都安尼会甲咱启示。那其中有一位呢？佛陀安尼讲，伫过去行动伫咧修行无量劫以前呢，有一位叫做善谈，是一位中者，伊富有财物，好傲佛法，所以佛陀的教法啦，迄是过去佛吼的教法啦，就是布施。所以伊家己富有财富啊，伊认为呢，六道爱做呢，重要的第一啦，就是爱布施。这对伊来讲呢，真简单。所以伊就全国啊，赶紧去看，倒一个所在有需要我布施的人啊无？不过伫迄当阵。一位国王啊，仁德地势，所以当阵多数
人一生活拢会当过，啊，毋过伊搁再看，虽然人人富有贪心呢，人生啊，病必定爱需要医甲药来治疗。就是有钱会当生活，一旦病啊，苦不堪言。所以呢，伊就灵机一动，伊从国外呢去贸易真多的药草、药啊来，真好的药，就请人来做西医西药。从安尼开始，有人有病啊，就开始来找这位中介。那来啊，中介呢，绝对免费呀，请人来甲伊看，互伊呢会当得到药病治。这个名声不断不断地传出去啦，要来求伊的人侪。去当阵呢，这位中介伊就用主动啊，到各个地方远道的所在去做义诊，就亲像咱即马伫咧义诊共款。人愈来愈济啊，伊义诊拢爱用钱啊，那用了钱，家己无啊啦，伊去向国王借钱买药啊，哦，钱借来啦。药啊也采过来啦，但是呢，知影的人愈来愈多啊，要去西医西药的范围愈来愈大。国王的钱嘛爱行啊，所以这位中介呢，伊就去远洋去啊贸易，搁去做生意啦，生意搁赚真多钱，都等来时离开了迄个海洋。就爱陆地行嘛，伊呢，揸着真侪赚转来的钱，搁一群的商人斗阵行。哎，伫咧经过迄段路啊，艰难，大家人嘴刀无嘴呢，入去到底一个荒野的所在，一口井，那迄已经是荒废的所在，一口井。大家人看到伊所揸到的物件呢，拢真侪宝物啦，价值真侪。大家人都讲，来，咱大家人合起来的物件都无伊遐侪，咱来无杀伊，咱下当呢得到遮侪物件。大家人起着歹意啦，就开始亲切。看到伊伫迄个所在探头啊，看水，要用什么方法来舀水起来？伫这个中间，几个人从安尼甲伊淹落去。但是这位中介，伊呢，互伊淹落去迄当阵，车落去井底啦。有物件去甲伊揢掉咧，但是啊，遐个人看到甲伊淹落去井底的时阵，大家人物件都赶紧搬搬的呀，就回去啦。那这位中介在井底的时呢，要安怎呢？在迄个所在，伊无埋怨，真定情，设法要安怎才会当去哩？不过井真深嘛，但是呢，看到一道的光明，哦，有一空。原来是一个洞啊！他呢，顺着这个洞呢，安尼行七日的时间，才回去到伊的故乡，去向国王呢禀报，讲我这回出去，什么都无得到。国王，你的钱我会慢慢还。国王。实在无法度好相信，讲伊出去遐尼久，哪会一无所得呢？就不断问伊讲：“你路中有啥物代志？”伊都无啦，就是一无所得。后来国王呢，了解这位中介是一个真善良啊，委屈呢也不心软，
所以国王就叫人呢去调查，后来发现到了，原来路中有经过这的代志，就把那些商人啊，拢总去给调查啦，向伊讲，愿意讲的人，和你无罪，其中就有人讲出来啦，国王呢就叫这商人讲。把你向中者提这的物件，大家人拢提出来，堆回这的物件，然后呢，遐个人会甲金的感染呢。这位中者足袂过心的，感觉就讲为着这的物件，害这尼正侪人落感觉去，一而再呢向国王求罪，国王被这个中者呢感动着。就遐个物件行医了后呢，也甲遮个人放出来。遮个人呢，感觉这位中者呢，平心弘佛啦，所以遮尼大的这个心胸，愿意原谅伊，愿意为伊补习出来，所以遮个人也被感化啦。真呢是一段，伫过去心中啊，佛陀修行的。过程，看，迄个时阵，人佛陀都已经有意境啦呢，其实呢，伫经典的内面啦，这种的法呢，那只要对人群有帮助，这拢总叫做布施，这拢叫做爱，这呢，都爱伫长久的时间累积，离不开呢，这种大爱，无私。布施，这就是六道以布施为首，所以大家人啊，爱用心啦、啊。伫迄个作业真长，一天呢86400秒的内底，秒秒念念啊，咱来过好好吼、哦。人生是无常啦、啊，咱的心念爱修好。咱才会当诸行三宝啊，应存。